班级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 Kiwi 程美月。爸爸是香港人，媽咪就是菲律賓人，但是我就是香港生活出世。細個開始，我媽咪就可能聽啲歌啊，會係播啲英文歌啊，或者可以令到我係都係中意聽英文歌多啲咯，同埋外國嘅藝人啊、歌手啊，可能睇嘅嘢都係外國節目啊、戲啊。我自己唔會覺得話依件事係好反感，我自己幾接受，覺得係靚嘅嘢我就中意咯，同埋我覺得都健康嘅，即係我會攞個美感嘅角度去睇一件事。我自己都覺得係都有其他機會嚟嘅，因為呢個節目啦，咁多咗人認識，多咗好多唔同界嘅人去揾我咯，好多方面都嘗試咯，會試咗先。譬如話，可能嚟緊即係會學唱歌啦，會唱歌啦，同埋睇下會唔會學樂器啦 ，OK 嘅，或者係試下作啊、填下詞啊，都有幾個導演去揾我，嚟緊有啲電影去 cast， 即可能會拍戲啦，大陸都有機會有節目去上。我覺得大家個 focus 放咗喺嗰個位啫，大家未係好熟悉你，好認識你嘅性格啊，或者了解你啦。咁第一樣嘢一望落嚟，可能就係聚焦咗喺嗰啲位咯，因為呢啲係一眼就已經睇到嘅嘢嚟㗎啦嘛。咁佢未清楚你太多 background 同埋你內心嘅嘢，或者個性格啊，睇到你個人係點嘅時候，就會留意呢啲外在嘅地方先咯。如果我有男朋友嘅话，我諗佢应该会体谅我，体谅我个角色。如果都系叫做出街都有啲人认到嘅时候呢，都少不免有啲嘢系即佢要睇开啲囉。应该佢识我嘅时候应该接受咗呢样嘢。我鍾意啲心地善良嘅男仔，有爱心啦，即係好 caring 啊，照顾人同埋乖囉。我都会煮下饭啊，我知噶。同埋我会帮男朋友按摩，或者推油。